我把它堆起来了。有够恐怖！这个大概不可能堆得像。你说这两箱是几包的概念？二十四包，你说400多元。嗯。哎，那如果是前年后加了，我会多少钱？如果前年我就不知道，它有分很多克，我是买那个绿色的。对，一定要买绿色的啊。对。哎，我可以堆起来哦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是48包，24包。24包做起来有这么大的体积啊？对。啊！好的好的，谢谢。那我再送给其他24个植物胚胎的，我会说于小姐的好运，希望她能够传承下去。谢谢。蛮久，我跟他施法，我看一下小孩子多大，12周又5天，比较大只哦。嗯，很好。宝宝今天可以看一下是菜还是马。本来是看这两只大腿之间，但是这个不是那么清楚，好吧。OK， 12周又5天可以的。来，我们来照一下写真集。这个影片你要将来你小孩生出来，就是说这是他没有穿衣服的写真照。这里是手，这是裸照，这是脚，而且是3点多肉的前裸照。这头，小姐的头在36周以前都比肚子大，36周肚子才会比头大，所以目前都是大头。